节目 Kingdom 第二季，本月少女就带着第二名的高人气火速回归乐坛。Kingdom 2이후의첫컴백인데경연회에서의열정과마음가짐을약간잊지않고더좋은무대를할수있도록열심히보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때준우승이라는얘기를듣자마자저희가예전에지나왔던그시간들이좀파노라마처럼이렇게스쳐지나갔었는데요저희가연습실에좀오랜시간공백기를가지면서멤버들끼리좀자존감이많이떨어져있었던그런좀힘들었던순간들이생각이났었어요、네、그래서그때는사실연습실에만있다보니까저희끼리좀무대에대한불안감도생기기시작했었고우리가더큰무대를갈수있을까라는좀미래에대한확신도좀많이줄어들었었어요 네、그런데퀸덤2를하면서그런불안들이하나씩사라지고우리가갖고있던미래에대한기대들이우리만의기대가아니고좀대중분들에게인정을받은느낌이들어서앞으로의목표에좀더자신감있게나아갈수있겠다는마음가짐이생겼고요而被问到和节目中的竞争对手 Kepler 发片日撞期他们也不怕被比较그때퀸덤찍을때도너무나도잘챙겨주시고또사적으로도되게착하고친절하고너무좋은분들이셔가지고、네、행복한그런활동을같이했으면좋겠고또건강하게좀선의의경쟁을했으면좋겠습니다而本月少女时隔一年回归的同时经纪公司也宣布成员2将缺席世界巡演在活动上她也开口请求粉丝们谅解이번첫해외투어에함께하지못하게된점에대해서저는굉장히아쉽고죄송한마음입니다부분참여라도하려고했으나일정이나여러상황들때문에어려움이커서최종적으로는저희불참이결정이되었고요그렇지만이제저희오늘나오는플립댓무대로저희가사랑하는팬분들께예쁜모습보여드리고좋은추억남길수있도록최선을다해才传出要和公司解约又宣布要缺席首次世界巡演希望不是在为退团做准备就好了